天下是不会自己变好的，守护天下需要牺牲，你可能会失去一切，做得到吗？ 提起狼族的时候，就会想到我的名字。毕竟，我可是要成为最最最伟大将神的狼。当年，将神们以命相搏，不是为了成为英雄，而是为了让天下不再需要英雄。如果不是被百年来安稳的生活消磨了战斗力，如果他们再强一点，就不会连保护家园都做不到。 加入战神们，就是为了证明给他们看，只有有力量，才能保护族人，保护清水国。我世上最伟大的父母，他们会鼓励我寻找自己的梦想，无论为了和他们的约定，还是为了我的同伴，我都会在这里打败你。